我记得呢，我记得阿东呢，刚入行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次到外面去工作，那个时候呢，因为那个航班延误了，耽误了，所以呢就不能起飞。那这航空公司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入住一晚，但是呢那个时候呢，航空公司的那个员人说，我跟一个我。 跟他不认识的一个男，好大一个好个子很大的一个男生一起住，哇，怎么搞啊？当然不行了，因为我根本都不认识他。那个时候呢，阿东就跟航空公司那个人说，不行啊，我们的艺人不能这样啊。航空公司就说，哎，我们那个没有那个预算，就如果你真的要安排自己一人房间，就自己付费了。 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阿东，因为他刚入行啊，他自己的负担那个价钱，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一刻，我觉得哇，阿东很好啊，见义勇为。